过去讲气候变化，有人讲这是西方这个限制发展国家的陷阱，实际上呢都不对，是吧？这是这个全球这个由于工业化带来的这个出现的问题、出现的挑战、出现的危机，大家呢都应该共同的面对。怎么面对呢？就是要转型，要创新。现在看中国，我们有1亿农村的贫困人口脱贫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通过这个节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，相当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减少了57.9亿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。另外一个概念呢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，也就是光伏发电或者是太阳能发电，占了全球的33%。这样的话，就是中国大力的发展可再生能源。交通领域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交通工具，发展电动汽车。中国的电动汽车的生产量、销售量、保有量，占了全球的52%。所以在这一点上呢，应该说，中国走了这么一条探索的一条绿色低碳这个循环发展的这么一条路。